师傅，悟空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你帽子上呢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悟空，沙僧和八戒他们在哪儿啊？沙僧给捆在那边了，八戒被他们抬走了。会不会抬出去吃了？不会不会。悟空，悟空，你快想办法救我们出去吧。师父放心，我正想办法呢，你在这带着我走了。哎，悟空，悟空。你是谁呀？我，我是阎王爷叫我来拿你下地狱的。你是无常鬼啊？正是，让我先把你锁上。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我是唐僧的徒弟，是去西天取经的，你能拿我下地狱吗？正因为你去西天取经的意志不坚定，凡心不改，不能取得真经，才让我拿你下地狱，再派别的人去取经。哎呀，无常老爷，你别急嘛啊！哎，阎王让你三更死，谁敢推迟到五更啊？无常老爷啊！我的大师竟是孙悟空，他跟你们的阎王是老交情了，我让他跟阎王爷说说，宽限宽限啊。那你的大师兄在哪儿呢？我的大师兄，他在哪儿啊？说呀。哎，我大师兄他会来救我的，他会来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现在就得跟我走。哎，无常老爷，无常老爷，我这儿有银子是孝敬您老人家的。有银子？银子在哪儿啊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把我绑着都不方便呢，银子在我怀里的呢。啊，在怀里？哎，哎，呆子，你瞒着师傅藏私房钱啊？啊，你是？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？啊？啊！该死的弼马温，你不来救我，你还来诈骗我的钱财？别嚷，别嚷！你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拿我算呢？我就那么点钱，全让你给诈骗走了。我就是来救你的，别嚷！救我，救我吧！还变个无常鬼来吓唬我！你再嚷，我就不救你了。猴哥，快把绳子给我解开吧，我的手脚早麻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起来，八戒。八里汤。哎，哎耶！大哥，走，快点，走啊！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大王说了，猪八戒不好烂，放在最底下蒸。不好烂，剥了皮不就好烂了吗？哎呀，那剥皮多费事啊，汤一滚它不就熟了吗？啊，这个妖精是个外行。啊，大师兄，你说什么呢？但凡蒸东西都是先从上面熟，他说八戒不好蒸，放在下面不是外行是什么？对，头儿到底先蒸谁啊？别听他废话，就蒸他，就是他，来，找他。哎呦呦，还是先蒸他们吧，我一蒸就烂了。八戒，八戒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头儿下一个是谁呀？这个，这个，走，快！
不敬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不碍事啊，师傅。不敬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别怕。干好了，干好了。啊，该他了。啊，这个，小心一些啊，他又跑掉了。是是是，好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哎，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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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唐僧也抬上去。是。来，改杠，改杠了。改上。准备上火。啊！上火！师傅，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！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啥子忘掉了？悟空，快点上，快点上！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师傅，哎呦！四岁啊，大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急事找你。有什么事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坐下说。你这人慢慢说。我来不及跟你细说了。那怎么了？嗨，那妖怪把我师父放在笼屉里给蒸了。哦，有这种事？你快弄些冷气到笼屉里，保我师父不死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快走。多弄些冷气进去，知道吗？啊！沙师弟，沙师弟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怎么突然就凉快了？是啊，刚才热得不行，怎么又凉了这个啊？八成是笼屉漏气了吧？不不不，准是那烧火的换班了。嘿，管他呢，反正今天没死啊，是咱们的运气。咱们是没事了。那师傅怎么能熬得过去呢？哎，师傅把这蒸熟了吧？啊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怎么？起来呀、啊！起来！啊！师父，悟空，是你吗？师父，我来救你来了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！我把那帮小妖精打发睡觉了。哦，咱们走吧，走。来，你们，走，师父，快走，快点，师父。八戒，八戒，快走，快一点，快！八戒，八戒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师傅啊，这都跑了一夜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是啊，师傅，这天都大亮了，我们就在这歇会儿吧。悟空，跑了一宿了，马都累了，我们歇会儿吧。好吧，师傅，那就歇一会儿吧。哎，八戒，师傅，师傅。Thank you.
看我铁法！啊！哎，恶人，你在哪里逃？哎呀！哎！你这个凡人，逃不出我的手心。哎，我走，我要跟你辩理。啊啊！悟空，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辩理？如来爷爷，你要真心传播经文，就该叫人把经文送到大唐去，不然叫俺老孙送去也行，岂不省事？何必叫那唐僧不远万里来取？哎，可怜那老和尚跋山涉水，不知受了多少苦，如今路过石驼岭，不是老孙护着，早成了那妖怪下酒菜了。你说这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说，不说清楚我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！这猴头倒编排起我来了。嗯，不是老孙编排你，实在是你和那妖怪有亲呢。当初混沌初开，万物生灵，有飞禽走兽，走兽以麒麟为长，飞禽以凤凰为长，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，孔雀好吃人，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，我刨开它脊背，来到灵山，我本想取他性命，众仙说我若伤害他，有如伤害生身之母，故而我将他留在灵山，封为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啊，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。也可以这么说嘛。好啊，哼，你亲娘舅吃我师父，还说跟你没关系，你得还我一个胡囵师父，要不俺老孙跟你没完，就不走了。猴头，不要放刁，我就还你一个原模原样的师父。啊，这还差不多些。慢啊，文殊普贤二位尊者青石白象是你们的坐骑，二位尊者就将他们收将回来。尊旨。多谢多谢。嗯，在哪儿呢？啊，师傅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师傅在哪儿呢？师傅在哪儿呢？在那儿呢。那妖怪说唐长老就被关在那里面。哦啊，这不把师傅憋死了吗？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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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悟净，师傅，万能，师傅，多亏这小女子指点，才救了师傅。请长老饶恕冒犯之罪。多谢公主大救。公主，这哎，公主，公主啊，过来，嗯，悟空。这河有多宽呢？怕有几十里。几十里？是啊。是。二师兄，我看这条河呀，跟我那条流沙河差不多宽呢。哎，这河算什么？我一跺脚就过去了。哎，我要是腾云驾雾也能过去啊。二位师弟，你们知道俺老孙水上功夫不行，既然你们两个有神通，看谁拖师傅过河呀？啊？